really.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. And right now, you're not in my white pipe. I can't breathe, but you fire when I can't fight. As long as long, feel the wrecks, I'm in for life. Have a lot of your mind. Hey! For you, a boy, make big noise. She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. God, my life, face. Be disgrace. He killed Tanner looking some place. 大家好，一起唱。We will rock you， 一起来。We will rock you， 再来。We will rock you， yeah。好，我们大爱的学生，就你可以在这里唱，你千万不能在马路上这样。小宋。头两句你给挣到了吧，挣到了吧。头两句还能听出是说的英文，后来就说的是梵文，说的是对各种梵文，已经快听成俄语了都。其实我想说，其实我也想表现得更好，但是我只会唱这一首歌，我这首歌学了四五年，我英语平时我今年大二了，但是四级还没过。我一天学这首歌，一天只能学一句。我唱，我觉得我后边确实可能有点像梵文。说实话，孩子啊，就你前面上场到，这是不是设计的，还是说真的是紧张？是吗？是吗？就刚才你上场的时候那种紧张是设计的还是自然的？包括现在这种状态，设计的吧？谁设计的？我今天有点失控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我真的，你在达人秀的舞台上没事，我真的，而且你没干了什么。啊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见到波波，然后去人民大会堂唱歌，然后成为一名职业歌手。好，小松。我还是得说 no， 不管是不是设计的，我都会给 no。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设计。你很可爱，孩子，所以我要给你 yes。无论你给我 yes， 谢谢。我给你 yes， 真是。谢谢。但并不代表整个节目是 yes。大姐，你这四五年才能学一首歌，你这四五年之后才能去大会堂吧？我还年轻，我不介意再花20年再来，20年后再来达人秀。好，好，有志气。孩子，根据你今天表现，我给你 no。 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，在我梦想的道路上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，即使这次失败也无法阻挡我前进的脚步，我将会沿着我梦想的道路勇往直前，死而后已，鞠躬尽瘁，永不退路。好，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的可爱。谢谢，再见。